荨麻疹能吃鸡蛋吗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冯义国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研究员。严格来说，如果要回答这个患者问题，建议做血液过敏检测。但是我经常给患者说，能不能吃你可以观察。你比方说你中午就吃个炒鸡蛋或者煮鸡蛋，哎，过了半个小时一两个小时身上痒得很，这个是绝对吃不成的，这是拿自己做实验。当然最科学的就是你做这个过敏检测，检测出来比方你这个 IgE 值是100或者50多，这个还是要避免的。如果检测是正常的，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吃的。当然我们业内呢也有许多教授就说，一个食品能不能吃，你自己可以记食物日记，可以试着吃。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假如说你吃了鸡蛋以后，你今天中午你比方说我这一阵光吃个煮鸡蛋或者光吃个煎鸡蛋，然后自己观察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后，哎呀身上痒得很，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是肯定吃不成。如果吃了没事，那下一次肯定可以吃。就我了解，这个鸡蛋过敏的还真不多，最常见的是海鲜还有羊肉。我们业内的好多教授也主张是让患者试着吃，吃了以后如果说不起还是可以的，要不然你这个营养就跟不上。